体谅他一下，因为他每天都在跟客户讲话，有时候客户就说，哎，我的手机没有坏掉啊，没有坏掉，没有声音这样子，他明明就没有开音量，对，不用讲啊，突破像更多人吧，哎，对哦，对啊，可是他不知道，我要先开音量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是，还要开机，哎，你要不要讲一个？哪一个？他有一次让他很感动的事情，什么事情？蓝宇的那个，蓝宇的谁？还是绿岛？绿岛的谁？就是一个那个客户啦，然后他的手机好像坏掉，然后他就找你，啊，因为不方便嘛，可能要坐船，都有没有印象？没有印象。那，完蛋了。然后呢？可能蓝宇的有来找我啦，这样子。我真的没有印象。我记得好像刚跟我讲说，是因为来找他，然后因为他那一天然后飞机还是船要，就是有时间嘛，时间性的，啊，他来修他手机，然后他，哎，你可不可以明天再来这样子？结果明天真的来，不是吗？然后就为了那个手机，然后没有开音量，我真的想不起来。你讲话嘛，然后我要怎么办？我要讲什么？可是你讲的故事我真的想不起来。好，怎么办？那你就一个人吧。好，那我就一个人。唱这首歌，你先讲话，然后我要喝水。好。还是你要讲客户？这 Q 我真的不知道。好。然后这首歌刚我要一个人唱，他很少在台上自弹自唱，可是最近他都会跟我要求说，哎，这首歌我想要一个人唱这样。我先想说，哦，所以我要没有吉他手了吗？你确定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其实说，哦，他每次说。你要唱啊？我干嘛？他每次都说不要啊，你就沙沙嘛，说不要沙，说没有节奏。哦，啊，那你打鼓不要很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脚要开开的在这样。我们后来讨论就是侧坐，就是这样。侧坐，还有一个更好笑的，他要旁边打这样。好了，开始。那完蛋了，因为我一个坏习惯，因为。你先讲话了，我要找 key。他很少在台上自己唱歌，原因是因为他唱歌不像大家看起来的那么厉害。可是其实有的进步很多了，所以我真的觉得班飞的日期很近。他在教会都会唱圣歌啊。是吗？我没有去上教会哦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上教会吗？因为被冲走了。真的了，到底不上。好，现在开始练习找 key 哦。然后唱完再讲为什么写这首歌。快点，快要拉屎豆了，我们那个。Cheers.
说出口。呀、yeah, ，掌声！好了，然后对我要讲这首歌，就是一个人想太多的时候就有歌词出来了。然后那时候，哎，反正就是一个人，然后想很多，跟一个女生可能就是关系就是没有很好，就是好像要在一起，好像又没有在一起这样子，然后就没有在一起，然后很难过，尤其写这首歌这样。因为每次讲的时候，好像版本都不一样。都不一样的人。没有了，哪有我们都不一样的人？一直在失恋。对。好的。然后，你可以讲话了吗？这是你的创作啊。我想说，你没有想到你的客户了，那个人蓝雨的。我真的想不起来。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老人家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要那个哟，坐飞机，坐飞机牌，然后一定要来。你怎么知道？对，你看，我真的没印象。他们在神脑上班都知道了，所以你看，你一定有讲。我的记忆短短。哎，所以你要看歌词，然后都没在背歌词。好，你先讲。所以我要讲，我要讲给他客户的故事吗？哎，客户，客户。好，拍手，Yeah， 客户。因为以后都不会那个让我接待他，因为把他们的秘密在台上讲。有一次，有一次我在那个太麻里电信局，然后因为 我都会下乡去支援，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叔叔，大概五六十岁，好像刚刚拿智慧型手机，买三星的，然后就跑过来讲说：“妹，那个 LINE 不是可以看到人吗？”这样，我就说：“哦，好啊，那我帮你用。”后来我就看他电话簿里面只有一个人叫做宝贝，我心想说都几岁了，怎么还有宝贝？一直在心里就是翻白眼这样。然后后来我终于帮他装好赖了，我说：“那叔叔这样可以用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帮我打电话给那个宝贝这样。”哦，好，就按通话。他说：“我要看到人的那种。”哦，好，视讯通话。结果后来打开之后，发现那个宝贝是他的女儿，然后就他说：“妹，你有看到我吗？”然后一直跟那个镜头这样。然后我在旁边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点愧疚，就是原来他女儿住在很远的地方，不常回来，然后就要谈可怜的，就只能靠就是视讯这样。然后我就
突然觉得自己帮了一个大忙。虽然说智慧型手机真的很烦，你每天都在滑，然后 LINE 又一直响，可是我觉得对远距离，可能是爱情或者是亲情、友情，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当然不要过度使用嘛，就是这样。就是客户有很多故事，但是我常常很快就忘记，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啦。所以还是没有想到那个蓝雨的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在我们深刻有吗？可是有那个啊，有一次也是那个蓝雨的客人也是叔叔阿姨，然后他就说他很谢谢我，下次我去的时候去玩去付钱不用钱这样，但是我忘记跟他留电话了。好，接下来带来第四首歌，它叫做醉醉，然后它跟那个醉是同喝醉的醉是同样的那个意思吗？不是喝酒醉的时候会跌倒的那种意思。好，你刚才在讲哦，这首歌的初衷是有一次呢，我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开车到海线的一个很暗的凉亭，那天刚好流星雨，然后我在路上我没有开啦，我坐副驾，我就开始先喝了，心情不好这样，然后就抬头就看到真的满天星星，台东很厉害，台东的星星真的厉害，然后就突然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们是去看流星雨，所以会有很多颗流星一直掉下来，它掉一颗我们许一个愿，掉一颗又许一个愿，但是你从小到大许的愿实现过几个？大家都说对流星许愿就会成真，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它会掉下来，就是因为你许的愿太重？不是因为酒醉所以跌倒，不是这样，是你知道，反正那时候是一个蛮低潮的时期，所以就觉得你再怎么努力，可能得到的不是你想要的，好负面哦。然后就喝酒醉了，就喝酒醉了，这是一个记录嘛，就是记录你的一个黑暗的时期啊。再回头看，会觉得这首歌怎么那么负面，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经历过这段时间。对啊，可以了啦，它叫醉。追不追？追不追？反正。